箴言24章10节：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胆怯的意思是表现懈怠，而这里的意思更应该是灰心丧志。如果我们在患难之日灰心丧志，我们的力量就会微小。而这个微小的意思，原文是狭窄、紧的意思，也就是有限、被限制住的意思。当我们面临患难的时候，如果是害怕、担心，我们的力量就会受到限制，就会减少。所以在面对患难、困难、挑战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信心来依靠神，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我们的力量就不会受限制。